生肖羊。生肖羊的人11月20号开始福德宫，刚好的禄勋天马吉星进门，受此好运，有望告别早前阵子横财运真的很一般，烦恼不断的现象，等机会一来，运势重新洗牌。倘若接住此番好运，买房买好车，生活将会越来越红火。同时对于部分生肖羊的朋友而言，也许是吉运触动姻缘，部分朋友难得桃花开，对有打算脱单的人来说，倘若想尽快脱单，那么应当遇到喜欢的脸皮要厚。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11月20号开始转运，他们的霉运会全部消散，被旺盛的财运所取代，财神来到他们家中，送来源源不断的财富，让他们改变最近不佳的状态。